那个拉分的，特别对精神特别好的。时间就是，对对对，刚刚天气那里啊，好，我去帮我拉下线。我要写。那就不客气了。是问那边什么事情常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老婆，最近就刚刚生，所以我对里面的家庭的那个那一段情节很有感觉、啊、我只是想说，因为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都蛮不一样，尤其是有了家庭之后嘛，人都会有点很大的变化。我就有，所以我才想说，用人夫的角色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あ、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このね、タイミングで、この作品がちょうど撮影して、公開するときにちょうど自分はね、この発表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ね、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こういったビューティフルという作品を携わらせてもらったというのは何かすごく縁を感じましたし、そのね、役の中で生きている、夫婦二人、本当にね、その、自分たちも何かね、些細なことでも助け合って、些細なことでも喜びを分かち合って、まあ、そういったね、夫婦像であればいいなというのは、このビューティフルという作品から何か学ばせてもら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ので、とてもなんか、うん、自分の人生にとっても思い出に残る作品になったなと思いますね。刚好是这部片在日本发表的时候，刚好也是我在台湾、在日本去公布婚讯的时候。那其实他觉得时间点也很巧，其实不是特地选的。那从这部电影里面，他在边演的当下，他就觉得说，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注意身边更多的小事情。那夫妇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会因为小事情而更加的互相扶持。那互相成长，那觉得他觉得演这部戏之后，其实对他来讲，自己也有一部分在感情这块也有成长很多一些。谢谢。其实我是本来想要问的是那个，我很喜欢种花，我喜欢他的歌带花的态度。过于不在意，不需要这样子。我听感觉上面希望我想这样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啊，那我最后再问一个，因为我其实对他的表演是从那个《战争两路上百年》那个同样的诞生，就觉得他演那个音乐家演的非常好。哎，那我知道他自己对他以前我看他放兄弟就是跳舞嘛，然后突然转到表演，想知道说他对音乐跟表演之间的看法。对音乐的看法，对表演，音乐转表演的。そうですね。まあ、台湾のね、国民の方々も改めて EXILE というグループ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たらなという思いで、まあ、このね、シネマファイターでもいろいろと知っ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まあ、EXILE というグループはね、ボーカルとダンサー、僕らの中ではパフォーマーと言います。そのね、パフォーマー陣がなぜダンサーと言わずパフォーマーと言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のは、今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ね、ダンスも踊りながらアクティングもしたり、バンドをやってるメンバーもいれば、クリエイターのメンバーもいれば、やっぱりね、自分たちはエグザイルという看板を背負って、何か表現者として世界に発信していけたらなという強い思いがありますから、今日もね、スペインではエグザイルのナオコが舞台挨拶をしてますし、ロンドンではナオコが初のハリウッド映画の上映で舞台挨拶でロンドンに行ってますし、一日で、ね、3カ国を回っているエグザイルのパフォーマーがいるというのはとても誇らしいので、まあ、自分たちがパフォーマーと言っている意味は、そういう部分でも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当然我也希望借由这部电影让大家更理解我本身的团队，在我们刚刚讲的放到兄弟这个团队。那其实他身为背后我们不把自己称作 dancer， 不把自己称作舞者，其实把自己称作表演者，除了两位主唱以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其实我们不只是跳舞，我们其实也编舞，我们也参与所有的制作，所以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全能的表演者，而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单纯的舞者。那这对他自己来讲，所以对这个设定就不会那么狭隘。然后像今天，其实在同时，我们同时在十月十号这一天，我另外两个团员，一个叫 Naoki， 他现在刚好在伦敦影展那边有他一部跟 Netflix 合作的一部新片。那另外一个叫 Nao 的团员也同时也刚好在今天那个西班牙的十月十号，我们也有另外一部片也参加西班牙那边的影展，所以就很巧的是，这所有三个表演者都在各地做了不同的这样子的电影宣传。他觉得这也是他身为表演者，他觉得很开心，而且是很有荣耀的一件事情。其实他在里面演出蛮特别的，我其实蛮好奇说他未来有没有想要展示什么特别的角色吗？そうですね。まあ役を選ばず、いただいた役は全部できるような仕上げだと思いますね。其实没有特别说想演什么，只要有可以让我想站的角色，我都很愿意去尝试。谢谢，谢那最后，阿弟阿弟还没有吃到高雄的食物吗？他到了，他跟他。高雄的食物，反过来，高雄的今流行的食物在哪？有没有高雄现在比较？我马上特别爱吃。特别要吃的食物有没有什么推荐？高雄是海口味特别好，海鲜，海鲜。开心，啊，是的，啊，那个拉很特别，对精神特别好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对，那个天气那里，啊，我去放马来鸭血，鸭血，鸭血，对，我也很喜欢鸭血，鸭血，你住的饭店对面有一个你妈妈鸡排，啊，鸭血，鸭血。现在还有排队，有鸡排要配那个奶茶，真的很香。会跟你的本地人也说，他说如果这样来说，我们该做，没有意思。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因为时间蛮晚了。那好，那现场的记者也要拍个照片，或是让他们跟观众合影，可以吗？我们叫过来，我们上。